这是今年成都值得一看的展览，耗时两年打造的会动的清明上河图官宣12月2号盛大开启，到时候不仅有跨越千年的视觉盛宴，还有数以千计的人物景象，如同电影般活灵活现，带你穿越古今，感受北宋汴京的繁华。特惠票价格真的很难得，刷到就先囤，反正不去随时可退。